小姐说你这边总共被毒死几只狗？六只。对，是今天才发现的吗？今天前三天就有发现一只，啊，结果我去那个寿山那个捕狗队找，没找到，回来今天早上又找到两只，啊，听那个附近有人说被偷了两只出去，啊，剩下的都还没找到，啊，现在草丛很，那草丛很高啊，要现在这边有几只尸体？我目前是找到三只，啊，你先带我去看一下，好，有几只？现在三只尸体。都在一起，没有，那边还要转，等一下到过这边一只，那边没有。要死光光，不开心妈妈发烧。